怎么了？鸟会转哦。你看，你看，妈妈跟弟弟在玩荡秋千，在玩跷跷板。你想玩什么？你跟爸爸说。你说你想到后面的玩具，那你跟他借啊。可以啊，你可以跟。好，可以啊，你跟他说不可以玩吗？弟弟在跟妈妈跷跷板，你看弟弟都飞起来了，因为妈妈拉很重，所以弟弟就会飞起来。弟弟，你想要躲壳里面啊？我帮你。要不要躲到里面？起来！弟弟起来！弟弟在里面移动。弟弟是蜗牛吗？姐姐，你看弟弟在这里耶！弟弟起来啊，起来！弟弟起来，起来，你不起来哦。姐姐要拿来陪你了。好狗。好好笑啊。